这是个细胞，很简单对吧？但您会对这个细胞发挥作用，所需多少能量和力量而感到惊讶。仅让心脏每天跳动，就需要数十亿这些辛劳细胞。实际上，因为您的整个身体是由几万亿这些急需能量的细胞组成。为什么保持适当的细胞能量如此重要，就很明显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您的身体生成辅酶 Q10， 它是一种类似维生素的物质，对生成细胞需要的能量很重要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辅酶 Q10 的生成和吸收自然下降，且由于使用某些他汀类药物，或如果饮食不包括肉类或海鲜，这种能力可能会进一步下降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低细胞能量水平可能不利于您的整体健康状况，包括您的心脏、肝脏和大脑。这就是为什么您需要USANA心脏宝30，一款高吸收率的辅酶 Q10 补充品，来给您的细胞提供能量，并帮助您感觉年轻、健康、有活力。心脏宝30最方便的软胶囊中，临床上显示最优化的递送辅酶 Q10 到血流中，而且心脏宝30通过包括有助于支持健康线粒体、每个细胞中的能量站、功能的超强抗氧化阿法硫辛酸。在竞争中一枝独秀，融合了辅酶 Q10、阿法硫辛酸，有助于活跃您的细胞，并让您保持心脏年轻的感觉。USANA心脏宝30，支援您身体的细胞能量生成，最方便有效的方法。所以，请加入世界各地几百万的人们，包括那些将健康托付给个人化营养的世界领导者的700多位精英运动员。USANA